心，有一点怨心啊。看见啊，咱这个善意啊，顺着天性啊，咱落伫心呢，转咱即马这个气啊，会清，拢是安尼通流，我才会当集中。是咱倒转来，原始的天性啊，无形的天意，是使咱清净脑神的记忆恢复。这就是咱点醒，咱个人的心啊，归原形。因某啊，爱咱的顺意啊。因咱只有对现呐，咱即马甲母娘通的关系呐，是以清净入咱即马这个关系啊，真理是天缘。母娘啊转，是咱的心气啊，这是对咱内定内性质。所以说咱叫做无形相，我用着这么顺的天界，因为咱即马咧讲的无形是不可说的物件，但是我要照着母娘，甲我相通，这个感觉，这个应效，讲出着现场，这是上接近呐。咱甲母牛相通，迄、那个密码的性质啊，是我用着这个天意，要甲我甲母啊，这个中间，归着咱当下，我要讲的这种情况，是咱传法这个天意，尽量扭合紧啊，咱归原形。归原性啊，这种接触，这种结合啊，灵源也本意，只有活出咱的心性啊，这是上直接的。因为咱的自性，爱甲咱的母啊天性结合掉的，叫做修行。咱的这个缘合缘转。或者修缘啦，所以讲我尽量用着这个清界，这个无缘的性质，就是咱的原性，来讲出着无形这个天理。因为咱咧讲的拢是都包掉的内底啦，绝对无法度讲甲都外口，是咱有形无形，拢是倒转来这个都的内底。所以讲，是我用着即马甲母牛接的内底这个，我都去讲的，只有用着我的感觉，用着我的觉知，知影我即马甲母牛是归因，但母牛爱靠咱人，神爱靠人，人造这种机密啊，这种密切啊，甲母牛相接有无？这个意义甲颠倒啊！甲推动，这就是我甲母牛相结合，我才有我家己的自知，这个自性自见，将着这个心啊，甲流露着，我即马这个气啊，甲神入虚空，这就是咱的心空空啊，你再恢复迄个原来、迄个原真、原本啊。啊，这就是完整的，因为咱要复古嘛，复较早的这规矩嘛，较早迄个人情气味嘛，这就是咱转的，伫咱凡世间啊，转到咱上古典、上古早，迄个时阵的人情味啦，原始有这点意。咱爱显明啊，是落心，
有咱一条清楚的法界，咱再来讲经络。现在是咱一点灵魂，母啊爱咱的温骨顺，这个天意只有用灵源，母啊咧转的心清，有咱无形这个天界，咱才有清楚这个脑神啊，在这位。这就是落座，落成啊，坐在这样的就对了。是我要来讲到这条清楚的天界，咱必须要逐天安尼磨，安尼学。所以讲神啊，伊是永远的光啊。啊，咱咧对得到神的这种由来啊，天性的自在啊。咱人才要安尼做嘛，精神伊都无这种个性啊，伊都无法度采用着咱现主时这个各地生神的真啊。灵源有落天意啊，清楚是归落心。刚真侪我听伊传的，是。传了袂歹啦，但是伊迄个灵有无？爱去自然个变，哦，佮变了两摆，啊，就比较较清楚啊。灵是自然变的，我毋知讲坎站佮倒位有无？你着传佮迄个坎站的层次，毋是你用心，毋是你用记忆吸神的，你世间所知影，我都变过的。所以讲，咱有自然法的，只有靠天呀、啊，靠咱家己呀、啊，这个心性啊，来自然变化，自然产生咱的结晶体呀、啊。这就是咱修炼的，你爱知影，不是咱人听到这个心去左右的，不是你的灵，要讲到什么程度，你就会当讲到什么程度。爱由天，爱由咱的本性发光发热啦。啊，若无做完卡掉咧，咱过去的吊带咩卡掉咧，你变袂过嘛？你的性就是安尼嘛。所以讲性歹改嘛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理。咱修行就是这个性啊，要互伊振动。要让它变化，戆的变巧的，啊，这就是咱个人才发得掉的嘛。所以修灵的，这个灵由家己来打算而已，是咱用安尼来讲啊。你才知影讲灵修啊，这个灵智啊，这么重要。啊，若无大家唔知影讲灵修。啊，话阁讲招灵山咧唔好有无？啊，这规盘都拢臭了了啊！是咱家己爱约束家己啦，家己改家己，唔免对天，唔免对神明，来落当改啦。这就是咱第一啦，最主要是咱要守规矩嘛。你对别人。来下当戒有无？就照做啦，迄戒都着照做啊。你看有诶无？做大官，爱去处伏呀，是众内处照做有无？过去一贯道诶，你即卖深头级诶，手面洗洗，你入来内底着爱随经理也是点传书有无？照做啊。你讲我你对嘛？啊，你只有答应未甲完嘛？是咱家己呀、啊，想未？啊，想未？你都要对未这个条件甲站入来啊！唔则讲一门深入，世间咱只有学灵宝尔尔。所以讲，
元素、灵宝、甲道神，这三个拢啊甲做伙嘛。唔则三清有无归一气？精气神，神气精，这意义拢同款啦。西甲灵有无？灵甲西拢是相共的嘛。安尼做法都三合一嘛，天地人嘛。夜景嘛，甲你讲啊，天人地有无？人伫天诶，天甲地中有无？你走我多，用着你现主席精神、信心、信仰有无？仰天啊，要甲天动啊，是咱这个机会啦，这个机缘啦，要来产生着咱现主席诶元素。母娘啊！伊用着遮尔明的真理，要甲咱讲到脑中心内底内底啊！啊，这就是线路，线路咱人上幼条的神经线嘛。咱每一个所在拢有神经啊，包括喙齿嘛有神经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要来讲着瞬间，咱的天性。啊，这就是痛的所在。你人身躯若无痛，就是神啦。要做善，你都可能。身躯你若一项啊痛有无？病嘛，病就是毛病啊。毛有人讲毛病嘛，代理啊，毛啊加迄个毛有无？迄、那个病嘛，啊就是鬼咧吵，你的心未安宁。是用安尼来代表，啊！咱这人这个形容它哦，加真可怕，很两面的边缘化，神就足好的，鬼足歹，啊！其实呢，拢嘛是咱这个原体所生，啊，拢嘛是伫咱即嘛这个身躯内底，这个肉体内底，是体外体内念的嘛。心经就是听伫内底你看无个啊，咱人若去哦，针刺啊插着，刀啊抬着，你都有空会流血啊。这就是明甲暗啊。显露是天性，转到瞬间是天性嘛。我也是爱怎，那你讲天性，天性则是福德正性。啊，若无是土地公伯安尼尔，咱即马咧讲诶讲土地公伯就是啥？志工啦，遐义工消防诶遐，无领薪水诶，无一张许可牌啦。福德正神就是有丰禄诶啦，这就是一个假啊！咱用凡世间社会事都安尼甲你讲。虽然你二少的穿甲那敢若亲像警察的一舒服啦，但是你都毋是真正迄个会当靠着的迄、那个警察牌啦。这就是咱人爱去想的啦。哦，虽然咱会当讲做二少的来做志工来服务，但是迄、那个急啊！都无共啊！所以今日个咱人修持，你嘛是穿因个衣裳个，但是你无即块真正个会警察牌，你都无法度去取缔，你无法度去进行迄个工课，只是助手尔。是咱要有即条清楚个法界，直通对直达，直达呾，咱要倒转来。咱原来这个标志嘛，西王金庙嘛，所以讲，准确点来讲，四元五元，四元就是咱前面咧讲的，哦，东西南北为准嘛，哦，金木水火嘛，你五元就加一个中土，我、哦、要讲就讲。仁义礼智信嘛，信就是
咱即马咧调整四方的嘛，吼、哦，啊四方走在四个角头，咱就做八个方位啦。五元就是你即马咧西，你有中央线啦，啊四角就是无中央线啦。哦，这是四元，甲咱即马讲五元有无？你都要搞清楚，无你讲一直传，你唔知影内底。五元就是讲，你这一看要有圆润润，不要有偏啦。唔知道靠对个中午无？咱咧讲讲天经地位啦，天经地义，这个意义是定调的啦。哦，咱咧传，你再等知影。我今物咧讲，咱脑海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原来五元的五常，哦，就五行、五行、五影。啊！你再传得出，你现主是一个心意啊！啊，若无你是干那外口发呼发口令的尔，你无法度通甲你这个心有无？这个一致嘛？你讲出来甲你的心同款，咱的心甲咱的天心同款，安尼唔则是同一体，要来带动，要来同一。哦，咱拢是这个，到尾咱拢是修啥？善良的心嘛，哦，唔知话咱讲善财良禄啊，哦，观自在嘛，啊，这才是咱上界安静的，上界吉祥的，上界安平的，平等平静落来嘛，是咱清楚这个天界嘛，无形转予咱知影，但是无形。伊无法度甲你传到别人那个，你爱去对世间这地脉啊，这地如啊，亲像咱发生这代志啊，咱讲较简单的就是逻辑啦，逻辑就是亲像要成啦，但是也抓无这个证人啊，证人就对啦，这就是咱要讲的通灵啊，咱拢是抓无家己做证。这点嘛，这个心嘛，这个根据嘛，啊，这根据在哪？在咱今嘛觉着啊嘛，啊，你是觉到未着嘛？这个就是差之疏疏啊嘛，是咱行过的这个天意呀、啊，天意就是完全，拢是道，道啊，这个自然所生，咱伫遮。你学你变啦，或者无穷无尽、千变万化，拢会当顺咱的心嘛，直接流露，直接展现。这才是咱咧讲的啊，天的物件，天元的物件，天本来就是元的物件，啊元就是道，啊自然就是这个性朴念念，啊只有讲光念念嘛。我、哦、这就是咱讲到真崩，真崩就啥，无极会顶风啊嘛，伊自然这个兴旺啊，无极啊，所以讲伊永远未衰弱，未衰退嘛。啊，咱有形的，就是有生有退嘛，输输一点尔尔嘛。精神乃输咱人，对不？你看精神伫野外。大只食细只，赖你看到真真，就定定看到啊嘛。牛、甲鹿啊有无上脆弱嘛？哦，白嘛要甲食，屎嘛要甲食嘛，虎嘛要甲夹嘛。我那讲为着生活嘛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显露清净的圣意嘛。今日做百姓一受。政府管嘛，政府若有灵，未对这百姓一直剥嘛，剥皮嘛。你看小可学倒摆无切一个顶咧，就清伊啊。啊，即摆时机遮尔歹啊，清伊拢无意中诶，都被人开红灯啊。这人会唔敢嘛，会反感嘛。
政府哪会安尼对这民安尼嘛？啊，这是政府无能嘛？是咱一点灵气嘛？咱在世间知影，但是咱就要离开着现主席这种制度嘛。啊，只有倒转来结论了尔。啊，若无你永远后世人还较吃难嘛？是咱有这条清楚的天性嘛？乱中嘛，政府伊则无真心有无？要来顾这百姓嘛？乱世这个法令嘛，人就是这么可怕。但政府伊那查讲这面的好过也歹过，好过未超过2%啦。田桥啊，还是讲出来外口开公司赚着钱的有无？相信8%拢伫遐无没收啦，8%有2%有足艰苦的，有6%拄好过啦。社会就是安尼啊，有关家啊，才会当升一级会啊。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气嘛，无能要破。就是破咱的心的智慧，别人唔知，你听我一个，甲渗透，甲吸入啊，咱看会清楚，看会清楚，咱又阁无力，所以咱只有这个念头尔尔，倒转来无量的身边，永远不生不死嘛，咱又阁再生有无？更加搁艰苦嘛！过去50年前，我伫张正顺遐咧学西啊，咧做工课，迄时阵的艰苦甲即卖艰苦无同嘛。所以讲，这传统性的都是一代传一代嘛。过去20年一代嘛，18岁、20岁都拢，阮都拢娶某啊。老新娘啊，25岁、26岁就老新娘啊。啊，即嘛时代无同啊，30多岁嘛也无错，30多岁嘛也无嫁啊，40多岁要嫁有无？是即嘛，咱讲医学有进步啦，听我破死过啦，啊若无女将啊，若40岁生囝，体力啊，所有诶无能力都较不足啊，有诶毋敢生啊，啊毋敢生嫁要做啥？这就是咱去探讨啊，修行咧探讨个每一个角度啊，每一个角个芳啊。啊，你唔再当将着你现主是人的不如意，人的艰苦有无？迄、那个苦味，迄、那个情味有无？阿妈，咱回去才有交代啊。你徛伫台顶，再讲出着上界利害关系啊。啊，咱人再反省啊，再反省。翻册起来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要转到顺家一心，是咱落定这个天意嘛，顺着灵家这个灵魂，人拢是兼教育嘛，你做医生的增加上亲嘛，过去讲神的拜神的上亲嘛。什么是医生嘛？无一个统计嘛。你若看健保的看，就300几，你还佫六一百五，一个都500嘞。啊，佫另外嘞，附带嘞。啊，你若无安尼，这人就袂乖啊，啊嘛袂好啊，无啊做啥？迄、那个听互低调嘛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，要来讲着顺家，这个天命嘛，政府哪有能力啊？哪有要认真啊？你就一定要定计数嘛，公差差一输啊嘛。唔使讲，你出去若去看某啊有无？迄本钱头啊3000块嘛，伊就甲你讲，啊你这那较会逼个就7000嘛，较未逼个9000嘛。是掠安尼，
掠人的心嘛，是咱用到这点灵气嘛，修行就点点真嘛。你一点一滴，拢爱成真嘛。你这个能量，你这个能力有够，你才有来到这个点嘛，灵智点嘛。这是我亲身母娘伊甲我教，我要讲出来嘛。行到清净的天性，对咱即马讲一心向着咱即马这个门法啦。啊，这只有照母娘甲咱教，这种料或者教材啦。哦，有诶讲叫做资粮、资本、资源啦。啊，就要修改这个组织啦。哦，啊，这解说你平常时你就爱晓啊。啊，无你干那照迄电波一直讲有无？人甲神有无？神是先天的啊，人是后天的啊。啊，你先天甲后天爱插话来有无？这个意思在当顺这个道啊，伊的性质。啊，若无，你就干一直干尔尔。你的心永远不知道啊！这个道内底你是大肉的，啊是四角的，啊是尖的，你的来历永远不知道嘛。啊，咱是要知影个来历，你有带物件，带无物件。咱过去出外，老师话你别一言的无，伊就用上界报的带你的资料无。大肉嘛，内裤了都迄个物件嘛，啊了再搁穿一件，啊再搁外口一件嘛，件物件去拾到嘛，重要的有无？钱一般上无嘛伫内底嘛，换美金，还是换钞纸，以防万一嘛。咱人唔惊一万，惊万一发生嘛。这就是咱讲通灵，通灵是啥？无也无在啦，照老母的信号，你直接甲放开，甲解锁就对啦。你放会出来就放得下，啊，这就是看破住宅啊！你怎我都随缘啦，我的心哪呢？随缘啦，你要来就来，唔来就煞。高高层总唔是一个味嘛，唔是上好的。一个修行修行嘛，所以讲修行行苦苦甜嘛。你尊敬我，啊，我等望你来啊呢，迄种滋味拢唔是好个啦，现象啦。是你家己要有独创，你家己要有你现主持所有的独立的资源，安尼咱来做伙无？唔知我做同关。咱在当心得到快乐安慰，天道是天意啊！天要让咱甲道业倒转来，要讲甲天，互母娘满意就对啦。四句就是安尼解释啊！啊，你无解释，敢听真元定路现世明，转过心中安宁，度化顺家，咱的天意。啊，你是无唔对啦，但是你要慢慢思考啊。心是咱的啊，天是老母的性啊。啊，你要安怎传伊？你要安怎修伊？你要安怎来教教运转？啊，这就是咱念祖师你的品德啊，你的行为啊，你的操作啊，你的情操啊，有顺着现祖师的理智。你照着金母伊的意思，甲讲解，咱的了解，你唔知我都了脱，现主持的垃圾，就绿道尔尔，离袂开就安尼讲嘛，啊，这就是层次的问题嘛，是咱你讲到这点灵气嘛，今日层次就讲你是地府的。这个性有无？恶人你就是恶人的性，哦，这个是一个次第嘛，哦，你今仔佫讲起来，你要佫较悬的次第，
你就是妖怪，就是妖怪，这个物件嘛，不要客气啦。啊，了就精神嘛，你是这个品，就是这个品嘛，层次就是这样的嘛，甲主顶一层一层啦。啊，就是个人，你所有捌的道理，你会当修炼体。啊，若无你乌白衫嘛，人物件要互你，你就好嘛。是咱一一点灵气，显露是顺家，这个天性嘛。啊，人你袂当讲，哎啊，这个做，啊，我都依于标准呢。你个拄拄啊好，你是毋是欠用，还是歪用？我毋知讲，你要给人个物件，亲像我怎啊要给恁个物件，是心内底会发药啊，这个精药给恁个。啊，这就干那啥？老母也凉水给我，我尝到这个滋味，给恁大家啊。啊，这就是咱怎么讲个说？咱所有咒语内底讲做黑盘啦，要感谢母娘啊有无？洗咱的时阵有无？要甲洗好清气安尼就对啦，感恩就对啦。有感恩，咱连主席老母洗咱迄个黑盘有无？啊嘛爱感谢着咱地庙有无？洗咱饲一世人，你看我食饭有无？拢用感恩的心，感谢母娘吼，你我即当办案，啊办案要做啥？做工过搁修行啊，唔是要你困，唔是要你遐拍拉凉的嘛，看手机啊。所以讲人有这个宗旨，有真正你要进步吼，是伫咱的拍算，这就是上重要的。你若未晓拍算有无？失去这个机会嘛？我来讲，你无都讲到你现主是心的所爱嘛？迄、那个法药嘛，迄、那个真药嘛，真药就是你足赶紧要爱嘛，啊，你才会当成就成功嘛。是咱对着无形这种体会嘛，咱才有这种感觉应效嘛。今日恁感觉，就是要应合嘛。无形甲有形要合作伙，你这条路线，心经路线，你才会当知影，搁行较透，搁更加清楚嘛。行较透是要更加清楚嘛，唔是要完成就好嘛。一处一处，一工一工，咱要更加，把这个精华。这个精光的味嘛，显露是上天性，甲咱转的啊，顺天理嘛。啊，有受气就是讲，我起码是倒一阵咧转咧将现主席的盘，安、啊、尼是上上好啦，能力若有够上好啦。但是以我老教的，是咱家己的。这个树林盘都无法度讲啊！你来看，所有的这个灵、这个心所想的偌济，你一只虫，伊嘛希望讲伊要大只，要吐丝有无？来亲像一个虫包，虫包内底再搁生卵，卵再搁生做虫安尼啊！干那躺到安尼，何况是四生六道呢？你想这个偌大偌大的工课啊，啊你拢无经过，你的色心来到咱的元神，啊你要到真神，你一个心到遐啪啪啪，是咱爱怎讲？这个宇宙啊，这个道。大小不可比啊，拢是一包咧一含咧嘛，唔则讲包罗万千，普罗大德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世间你无形来个遮，
一定这有形，你一定甲分析啊，一条一条，你也去了解，啊，你才会当对着天人啊、心人啊合一，啊，你才袂分两车嘛。恁常常惊人两心嘛，恁两个心疑问就重啊，嫉妒就重啊。啊，你们来守住，你现主持的依计成真呢？啊，真只有一个心了呢。啊，依计要成真，这是两个心嘛？这是初学啊，验的真，验的假，验的鬼，验的神，验的六道，验的七道，验的善，验的恶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，咱人要伫迷信嘛，你客你现主持会迷茫嘛，会猜迷嘛，啊你才有这个信心嘛。我讲迷信不是讲的呢，那是世间你迷，就是讲你唔知啊，心暗暗有无，红拖咧浪啊，啊信就信家己。定了，你心若定了，啊，就神来啊，啊，神就日月明来啊，日月明来，你就有这个光，和你去拍灯，发射着你现主时要行这条通天路、通天线，啊，你就唔免阁去共借物件来啊。所以讲，咱爱是自性光。原来这把灯，这把灯爱接受着大自然的灯。我们讲修行，你爱二四点钟有灯。你看来拜访的有无？干那要团一钟头要三分钟啦，熬班事的就班头啊十个以上去啦。啊，你还阁未活哦？啊，你看逐天训练安尼有重要无？你家己你就听我看，别人速度咱真紧，我要开盘，我坐落，某年我就来啊，当王木工就来啊。咱要开，爱先开盘，车神啊！啊了，则国有你的灵主伫遐会，会了你还阁收盘，上神。啊，这规矩大家都唔知啊，今日我要来开，要倒会。你心头无，就对无着，你要再会。所以讲，有写足济个啦，啊，所有出了片啊，灰沙沙啦，红乌青白黄啦，而是种啊，这里造局尔尔嘛。啊，造局迄嘛是暂时的啊，代表你即马足牛咧，讲甲片啊一大段，啊片啊，你有这个肉体。你只是会当工作参考尔，你敢会当爬起来哦？所以人有这个身躯，你有私心，多啊，咱只会当讲亲近尔尔啦。在过去我看一个片啊，讲啊，什么神，什么伊都是拢离婚输赢，迄什么人掌控的有无？我本来是要甲赖啊，对不？啊，修行就各拢修一个派头。爱甲咱嘛是要大家知影嘛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啊，所以讲有诶，就是受甲遮尼迷啊。这条路无，路我问伊嘛要甲聊落啊。啊，然后咧，盖棺论定有无？遐路我问拢甲偏空来，无机会啊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？我定讲修行，这个心经线你爱修通嘛？你的脑神啊，爱会精明啊！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嘛。拜拜是一个意思嘛。你规工伫遐拜，敢无效哦？拜拜是敢训练咱的筋骨嘛。哦，有诶用规拜礼嘛，啊，有诶讲即个塔空嘛。哦，表示讲咱屈上低嘛，神你伫顶悬嘛。我跪咧，我这个五体投地，咱靠手就代表五体投地啊嘛，骨上低啊嘛。
我无虾米功夫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嘛无虾米，会当伫神的头前有无？举头起，感觉我有能力，欠伊干呢？是咱一点灵气嘛，人依礼嘛，神重礼嘛，咱所有的会当这么调这调台有无？有这个风俗习俗，遵守规矩有无？大家会当配合的，像较早咱庄头的，六月二日爱打去咱的福顺宫来拜嘛，这就效法咱的礼记嘛，周公的礼记嘛。带德带性的礼记嘛，孔子伊时阵在咧讲，伊想要问周公，要来问周公讲，你乃这么牛啦，有这个礼记无？安尼说的，和大家这么遵守，这么严肃有无？这个礼节有出来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？咱要效法这古贤圣，圣尊就是安尼嘛，古圣先贤嘛，当讲。这是代表讲，伊的级数，伊所有的礼仪有无？伊过去所做过来，拢使人尊敬欣赏。咱要拜伊嘛，拜到啥？要学伊，要做亲像安尼嘛。母娘家里就是要当个修缘，你就是代表母啊。唔再讲你是一个金陵的囝，天公囝、福囝、道囝。老母总是在培养子成长啊，安尼唔错，我就一代传一代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就顺家，顺家只有一心念尔。我即嘛母娘给我的资料，我照母娘这个精气、这个内心来传话啊。顺是安尼啊，无你看你讲顺西、顺境啊、顺吉的啦。顺结就是讲，你这个物件单纯，单就是一结就是啥，清洁、清气溜溜洗了喎，你身躯无无垃圾啦。我们在讲叫做洁脚洁白，白色相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今日讲的头壳内底，你都要有这个逻辑，定着你即马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唔知讲传伤紧了无，你都无这个中间好解说、好思想。你若无思想有无，你都未醒呀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？今日的家无形的虽然是变的，但是咱会当提前嘛，卖互伊这个版本一直流嘛。啊，流是白费的嘛，了时间的嘛，啊，这就是爱神来给你点嘛，哦，你慢慢才会当清楚啊。你这个色神刷边啊，元神，你的自信力直接发挥啊，直接发酵啊，啊，无拢你的色神伫啊，拢是凡世间遐文艺有无？啊，你都毋是先天甲后天合嘛？先天是我即马种落，我即条心线、心经线、即条灵线，甲母娘团呢种伫遮。但是我是做鸡啊，食天公的空气啊。我代表即个天职，代表我即马甲母娘结合，即能量、即个自信。这个气场甲磁场，我拢讲讲气磁场、气磁场是真气。啊，咱甲母啊，先天的母啊，因咱即下有后天老母的血有无？咱有气质啊，有咧吸招啊，就对啦。啊，无你要带有这么密码的自信，何你讲袂煞呢？啊，这就是咱人爱去想啊。哪有这个物件？啊，这就是要用力、用神、用心、用实际，啊，你才看得到啊。自然的物件是安尼来的，唔是你手去个挽来就有啊。
是咱一点灵气嘛。我唔知讲你更加巧、更加巧的有无？你要有这种品质，要有这种品格，你一定心爱劳工嘛。爱操你的私心，转就是啥，变过来公心嘛。啊，你才有公体，原来这个天体只有一个体念念嘛，咱的道性体念念嘛。啊，你离袂开就安尼啊。啊，你讲甲乱糟糟无？是袂歹啦，当然你咧练气，迄、那个气管是伫遐咧洗嘛，哦，我是要用沙拉土洗，还是沙拉土淋一寡柠檬水，淋一寡盐，淋一寡麦芽，咱讲麦芽酒，还是汽水，落伫遐烧看，互伊浸一下有无？你这个讲才会通嘛，咱便所若袂通，你就知影嘛。咱所有的鼎锅有无洗袂清气？你用安尼落去甲滚一下有无？唔则我所有的泡茶有无？来赶紧有无？别人会洗，但是我若洗洗，我就是拢爱用烧水浸的嘛。哦，啊要倒的时阵嘛是爱烧水杀菌嘛，较济人啊。啊，这就是咱做人，你会当预防嘛，防备嘛，卖迄个歹的，迄个果。伫遐生嘛，咱是要好诶，迄粒果嘛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显露是天性。顺啊，就是我即嘛心静啊，顺就是心静，心拢无半项。无即嘛，阮查某囝，无阮囝婿，无阮诶孙，你直接想啊。我相信直接传呢，足侪人想为遐去嘛，啊无就想为金钱去嘛，啊想为买卖去嘛。今日顺就是你的心完全放空嘛，啊这就原本性空嘛。啊，先天的物件、大自然物件，这个能量才会当互你嘛，啊互你你才会当运转呐。母牛一支顺，你就爱讲噶。这个心我会当照母牛啊，这个意安尼来点红，我才会当顺加入进这个精神科。我有这条正确的正理，咱才会当归元修缘。无形伊虽然这么啊简易，但是我要讲的是这条灵源的大关系、大关键。一字你也解释遐济，啊你干那西科恁都过晓无？无气无味啊！拢道理是安尼嘛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我啊，即嘛就是跟咱有关系啊。要讲灵的素质啊，啊灵就是咱精气神内底啊。啊，你常讲精气神，常讲精气神，人听了会烂呐。啊，毋知爱讲气，啊气，你就是爱讲食米的气，无意义米的气。四点水的气，食米的气会生气啊！啊，无米的气，你即马伫遮咧通用啊！哦，未讲食饱伤用就对啦。啊，四点水的气，就是咱即马讲清楚，即、這个脑筋相通的喎，大自然宇宙咧用的，这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即个气啊！啊，气就是代表。精神啊，精神就是代表气啊。三字嘛同款，一字嘛同款啊。啊，有爱烧钱啊，所以讲有公婆，你的知识就未执着啦。你若看有读册人，你漏一字都无好安尼。卖阁讲咱修行道，正常甲无常爱难做伙呢。我讲无常，无常就歹人，无常就是唔真正的道。你甲想想诶，所有的高僧啦，所有的迄若修到一个版本啦，六祖诶经啦，我上无十几本，我看上无三遍啦。伊就是咧讲，这个性空啊，
伊是咧讲，这个心都是佛啦、啊。甲咱大家书啊、阿爷啊，摕我迄本，哟，你定咧看《六祖大经》，我摕书啊，一本册送你。迄本册，咱记老师啊，记大家记的啊，看到伊就要爱啊，就摕去啊。所以讲，精品就精品嘛。你咧学的暂时的来代理的哦，就是代理嘛。啊，这敢会过时哦？我无买啊，你的汤无啊，你的粒，我是训练家己啊。我大家直接共同来学啊，看会进步未啊？啊，进步是伫倒？你的头壳这个心会变大嘛？啊，这就是咱的力量，先到。是天意，顺着正法是路性。因为即马你讲话就是动嘛，你这心就爱颠倒嘛。啊，咱若咧休困就是静嘛，心就爱合我来嘛，更调咧嘛。安尼毋则静得落，我困未去，就是这个心、这个神伫遐咧运动嘛。你要再困得去，食的物件。甲你所有的心的担忧的问题嘛，甲你的肉体有无？你所有的这个体力，你的能量付出的有无？啊，甲你收入来有无？无配合嘛，啊，无配合你就袂调元啦。调元就是调整甲咱的本样啦，六十分及格，来甲六十五分这中间啦，莫超过七八十啦。唔是讲囡仔，你若较早发育的有无？无一定后满就好啦。啊，囡仔你若顿顿有无？到后满，伊地位来开有无？嘛是叫的我。唔则佛来讲有渐教的，甲禅宗的顿教的，拢相共啦。唔则讲咱即马讲南的，哦，南方的有咱慧能啊，北方有孙秀啊，啊甲。安国师有无？所以讲，这就是要你讲，大家一旦平等啊。你虽然是修禅的，智慧有出来，但是相信智慧，大家拢讲嘛，吼、哦。只是我大声讲，一旦体会较认真、较深入，但是我安尼讲，恁慢慢嘛对着啊。只是这个迷，这个网啊，你无甲掀开呢呢。所以讲，春节伊家己有进步无进步，伊知啊。打来，伊伫遐练英语嘛，无法度讲啊。啊，英语讲一段一段落啊。啊，即嘛才有遮，敢若属于较世间即个话较活个，闽南语较活嘛。但是你还阁尽量，互伊清楚啊，啊则袂枉费咱即世人浸伫遮。进无出头天嘛，你只个头未浮出来嘛，永远有空气嘛。唔则过去讲，一只龟落去海底足久个，一个漂流物有落空有无？啊，一只龟多浅浅看到漂流物挖起有无？啊，一只骨头撑起迄个漂流物，迄个空有顶悬安尼有无？再永远有空气，再永远有得见天嘛。出头天就是安尼嘛，自由自在嘛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，母娘咧甲恁讲的拢是大智慧嘛。虽然真简素、真清素、无味无素，但是恁会甲想无？会当互你一世人成功啊，离开着迄个痛苦的坎站。真理就是我今麦咧讲的，母娘直接给我这个路线，一点甘露啊。这个发水啊，源源不断啊，这个真理啊。咱人若用色心的有无？你要甲画乌擦白，你要甲创一个佛祖，你要甲创一个母娘，你要甲创一个世公，创一个王爷公、大帝公，哎，就是你的杰作啊。本来这个天地也无安尼啊，只是咱人天地就咱人，唔再去说讲啊，这个人。伊个相有无？伊个相貌都大约安尼，啊，咱再我都拜伊个精神，学伊个精神，
学伊做人的规矩。啊，你做人你也看，若无守规矩，你连鬼你都无法度甲伊共款的品质呢。鬼是伫第五道呢，神啊修罗呢，来造咱人呢，来造众生呢，妖怪就无鬼啦。啊，地府莫讲啊，对无？迄地府是七十二位呢，拢伫海中个呢，有刀山剑影，迄你嘛是爱伫遐受禁呢，是咱一点灵气啊。仙路是上天的圣意，灵魂是上天圣。我正保留着咧甲你讲，咱的灵就是咱即卖咧讲的，你的判断，这条灵魂啊，就是咱的主灵啦，咱家己的自信心啦。本来这就是天所生的性质啦。啊，你看，你有想到你来？你唔走，我都倒转去保留。迄、那个机会机缘啊！啊，若你无讲干咧，来你若无我都破心肝，你心肝内底都无物件。迄、那个戆无物件是无戆的物件，唔是欠伊。迄、那个尊敬人退步，迄个戆咧，是讲道理，伊是正反咧。你我都解说无，啊，你拢难做伙，对无？是咱要有一个拍算，今咱做鬼，咱一个找，你要金包银无？你就爱拍算啊！啊是你干那要用金的呢？用红色的红菇无？啊，若真正红菇是爱金包银呢？红的，过来包一个白迄个找呢？啊，你后你再看要包红豆、乌豆遐呢？绿豆遐呢？是咱一点灵气嘛？咱做代志，你都爱先计划嘛？哦，你看像我哥今嘛有进步啊？不是啥？你心有关注伫遮，啊关注伫遮，你一丝一丝无，一摆一摆无，你就会改善啦。你过去的唔知影，啊今嘛这个资料有无？你就更加有信心，要来完成这个功课嘛？啊，这个功课是啥？成长家己尔，家己得到尔尔。我唔是讲做一支花，你若总干事做做有无？要做里长这个工作有无？敢若像道长咧提干的，足简单的啦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到形体，咱的本事，人啊，就是爱学，逐天爱学。菩萨嘛是咧学，伊嘛咧客气。啊，我都拢唔知，唔知这是白做。啊，若知你阁无法度受教翻白话，这就糊涂虫啊，食了米也就对了。是咱一条清楚的天界，要来讲就顺母这个主宰，这条心嘛，咱个母娘心连心嘛，啊，你这是咱真正要爱嘛。今日你的心，啊，就你家己安怎做，啊，甲母娘的心都无同款的线路，所以讲，你就分准两个心、三个心嘛。爱、啊、心你若分开去有无？你就失神嘛，失神就是失效嘛，失你的功能这个难嘛。你若要解说有无？你就先讲，哦，这失神就是失很多物件去哦，失去这个机会哦。失去咱现主时，当今要入正，这个大机会无？七十八万这么快，不是你看来就过啊！慢慢你要成长嘛。咱讲的母娘是要教咱的心知影，这个道力、道法、道根嘛，永远的嘛。啊，这才是精品啊！啊，精品只有性了尔，咱的灵性。迄粒圆果尔尔，哦，啊，这个圆果就代表道啊。道理虽然简单，但是你都无法度这个物件甲接甲这粒果啊。仙路是清净，我爱是心中的原型。咱拢爱
颜貌嘛，本来面貌嘛，啊，本来面貌，有诶讲善，有诶讲恶嘛，哦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有诶讲性本恶嘛，啊，恶你才爱修行啊，变好诶啊，好诶你还阁好把持啊，平常甲无常就是这個意思啊，道就是会当安尼讲诶啊，正反中包啊。所以道是可以生无，可以生有，但是因为是分作两面的嘛，是共的体嘛，暂时走两面，安尼来积累嘛。所以讲，咱修持就是要两面，该会当两面拢用起来，你拢体会会到，或者修圆嘛，无两极化嘛。今仔日。有南极、北极，嘛是这粒地球内底嘛，这个意思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讲，咱修持的都是无好无坏啦，啊，就是爱看你的包容啦。哦，会当让别人、饶别人、可饶人，你就切饶人啦。这个意思就对啦。啊，你袂当跟人结怨啦，跟人大家过不去呀。什么物件拢是我第一的，人安尼就免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啦，一代比一代较巧啊。咱要请用事实，就是看卖会比咱这代超过，就咱现主席这个学问，这个心有无，也现出着光明啊。输人的是你家己读册的聪明了了呢。修行是爱大智慧了，聪明的是一丝丝啊，娘娘嘞。有毋则讲，聪明反比聪明误。今仔咱就无爱做聪明的人啊，咱要做平凡的人、平常的人。安尼，即个心才会当进入着你无计较迄个界嘛，迄、那个世界嘛，迄、那个境界嘛，是咱一条。清净的天界，无啊，伊搁较宽化，就是清净的界。清净的界是啥？无思想啦，无三心啦，无两义啦，以前，迄、那个缘啦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性啊。但咱人，你无用安尼，两义、三心、思想、五行有无？六合、七情。咱现在来讲八卦，甲咱的九重天，你就无法度修圆啦，合体就对啦。唔则讲合合即中合，就是咱要倒转来本体，永远如如不动，迄、那个如来本性。啊，这是数字，咧甲你讲俩，你袂当我数字白个呢？啊，人拢是数字啊，数字是后天呢。是风天，伊是这个实相，有你现主是看有，这个相，这个相已经成形啊。哦，矮高就是安尼，280公分，70公斤，用安尼形容，伊相就是安尼。哦，你若讲了，哦，迄个就是真正矮高，矮高。啊，有诶就较矮一丝啊，啊有诶较中班啊，是用安尼形容嘛。啊，咱人就是安尼，方位。甲你现主席的数，安尼你才唔在册顶。一台车会当走偌远，有现主席的速度嘛？公里数有食偌远嘛？啊，这就是你家己要去测啊。啊，这则是功能嘛，用伫咱现主席当下嘛。所以讲远就是当下，你会当适用嘛？春天就春天，夏天就是夏天，天的无情。顺着真理的天界，落了清净的自在，合咱一条灵气，咱才会当生清楚咱家己的心事。